在邻居们的眼中，梁祖旺是个不折不扣的老顽童，已经80多岁了，整天还在摆弄儿时的那些玩意儿。在梁祖旺的眼中，这些被称作耍货的玩意儿，既是童年的背影，也是时代的印记，更是民俗的写照。几十年来，他陆陆续续收藏了上万件民间玩具，其中塑形的玩偶不仅数量多，而且品种齐全。这个呢，就是北京的兔爷，是江苏无锡的尼阿福，这是河南的人祖庙的伏羲氏的庙的人祖猴，你包括这个，这是陕西凤翔的胡深的作品。中国的民间玩偶古朴执着，文化意蕴深厚，甚至还保留着远古的遗存。人祖猴就是在每年3月3的时候，旧历的3月3有个人祖庙，在淮阳地区那儿开这么一个庙会，表现的是什么？就是纪念人祖，就伏羲氏结了婚之后，跟他的妹妹啊，两个人呢、就是传的那样的后代，就是有了人类崇拜，就是人祖整个的崇拜的那么一个形象。老头老太太烧香念佛的时候呢，就是到人祖庙去给上香的时候呢，就都带回一点小玩意儿，带回一点小玩意儿也是延续了一什么，就是延续了子孙，子孙万代，我后代得有人来接续，得续香啊，是吧？过去老北京也讲，过去的民俗讲得有后代续香，这就是续香啊，小孩去续香得需要小玩意儿。所以当时老艺人、民间艺人就创作了好多什么人祖猴啊、九头鸟啊、草帽老虎啊，这都是他创作出来的。泥泥狗是用泥捏塑的玩偶，有八大高、草帽虎、九头鸟、八叉龟和人祖猴，造型神秘而怪诞。学术界把这些玩偶视为活化石，原因就是他们身上保留着远古生殖崇拜的信息。虽然这些造型和图案的含义尚未完全破解，但泥泥狗无疑与远古人们的信仰习俗有关。直到今天，在每年祭祀伏羲的庙会上，还会大量出现泥泥狗，特别是多种规格的人祖猴。赶庙会的老人会买上许多，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交叉路口或桥梁，撒上一把，祈求平安和吉利。而早等在那里的孩子们蜂拥而上，一抢而光，起伏的小泥猴就成了能让他们快乐许久的玩具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玩偶是由古代祭祀的偶像演化来的。她是5000多年前的一位女神，那时的人们由于缺乏对自然的认识，终日生活在为不明现象所困惑的恐惧之中，他们不了解生与死的含义，惧怕洪水与火灾，也无法解释奇异的动物与植物，只能借助宗教与巫术的力量。于是泥塑或石雕的偶像作为各种神灵的化身，走上祭台，也走进人们的生活。这个叫阿福的娃娃，传说是古代的一种人形巨兽，它们力大无比，各种毒蛇猛兽只要见它们微微一笑，就俯首低头，甘愿被吞噬。人们视它们为保护神，用泥巴塑出偶像，祈求消灾纳福。
这个习俗一代又一代传下来，而阿福也变得越来越可爱，胖墩墩，笑盈盈，有的手捧寿桃元宝，有的身挂金锁银片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个神偶就成了人见人爱的玩偶。你看这几个玩意儿吧，一个是造型上孩子觉得很独特，还挺高兴的拿着玩，大人看着之后也有一种生活的一种启发。中国的民间玩偶以泥塑最常见，泥土易于取材，便于塑形，又可长久保存。各地的泥塑玩偶材料相同，风格各异。这是山东的泥偶，乍一看有些粗糙，但仔细端详，这眉眼的勾描、服饰的涂染、造型的设计生动准确，厚重的乡土气息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浓烈。陕西凤翔县的泥偶以色彩的艳丽著称，虽然是大红大绿，搭配起来却艳而不俗。这些花里胡哨的泥老虎，威严中透着俏皮，神圣中不失可爱，挂在墙上，摆在桌上，驱灾辟邪，又让人心情愉悦。凤翔的彩塑，它在这个造型方面啊，是很夸张的，也很概括。那么它这个地方性很强，色彩方面这个对比都是很强烈的，大红大绿。凤翔县六营村的农民胡申做了一辈子泥塑玩偶，2003年他塑造的这只羊还上了邮票。天津的泥塑玩偶已经脱离了乡土气，这些戏剧人物、市井人生活灵活现，呼之欲出。与乡村泥偶的粗犷、质朴、简约不同，这些泥偶捏塑的精致细腻，彩绘的逼真传神，它们都是泥人张的作品。泥人张是张明山在100多年前创立的泥塑流派，经过四代传承，今天的泥人张几乎成了中国泥塑的代名词，因为它把泥塑玩偶推向了高峰，使手里把玩的小泥人成为各种美术馆、艺术馆的藏品。
北京的泥偶要数兔爷最有特点了。这个人身兔面的泥偶虽然没有泥人张的作品那么精巧，也没有凤翔彩塑那么艳丽，但那一半兔子一半人的模样实在令人忍俊不禁。老北京人非常喜欢这只兔子。几十年前的北京城里，一过农历七月十五，各商业街上就开始搭起楼梯式的架子，上面摆满大大小小的兔爷，人称兔爷山。这种景象今天在中秋节的东岳庙会上还能看到。赶庙会的人都要请个兔爷回家，似乎只有这样心里才踏实。是在八月中秋的时候，天高气爽，月亮正明的时候，嫦娥奔月不是带着一个白兔不是到玉宫去了吗？玉兔呢就在月宫里头撕药，拿一个杵往臼里头捣药，捣了很多药了。有一年呢，民间呢闹瘟疫，这兔爷呢就拿着药撒向民间。月宫里的玉兔成了爷，穿着盔甲，胯下骑着狮子、大象、老虎。最早的兔爷啊，就是一个兔子拿着一个杵在捣药。北京的兔爷呢就给他美化了，让他成成一个大将军似的，穿红袍，戴着盔头，远看就像一个大将军、大元帅似的。自然界中老虎吃兔子，精神世界中兔子骑老虎，这是何等威风，又是何等有趣。难怪北京的男女老少这么喜爱兔爷，这威风凛凛的兔神既能撒药治病，又能降妖驱魔，还能让人开心快乐。这个兔爷呢是属于时令性的玩具，就是老北京呢到什么时候玩什么，到八月十五的时候呢，秋天的时候就是玩兔爷。这个东西呢只是这时令性特强，就是八月十五这一天，可八月十三开始市场就有才能卖，只是这一天玩完之后这兔爷就作废了，就当玩意儿玩了。中秋玩兔爷，春节转风车，元宵时耍灯笼，夏天抓羊拐，冬天抽陀螺，每个节令都有每个节令的玩具。童年就是在这些总也玩不完的日子里一天天过去，而各式各样好玩的东西让童年的每一天都充满了乐趣。在铜盘里一敲就会转的小人儿，看上去非常奇妙。这是老北京独有的一种玩偶，叫宗人。这个铜盘子呀，不是特意的道具，在老北京当中，我说的呢，大概将近六十多年前，老北京当中家庭当中都有这个铜盘，所以呢，老北京买回家去，拿这铜盘，这是自然的一个道具。围在一起敲打，特别是过年的时候，再演绎出来，当当当当当当一敲打，带来一种欢乐的气氛。所以呢，老百姓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，就叫做盘中戏。这位制作宗人的老先生叫白大成，是北京目前唯一的宗人制作者。白老先生制作的宗人精致生动，这为他赢得了宗人白的雅号。这个就是北京宗人。北京宗人有一百多年历史了，产生在清代的末期，他早期受京剧和皮影戏的影响，出现的就是北京宗人。
这里所有的鬃人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，头和底座用胶泥熟切杆做身架，绷上彩纸或彩绸的外衣，续少许棉花，然后根据戏剧故事勾画脸谱。铜盘一敲，好戏开始了。随着节奏的忽快忽慢，人物有板有眼地跟着转起来。在没有任何电动装置的条件下，这些鬃人为什么会自己转动呢？其实秘密就在鬃人的脚下。原来鬃人的底座上粘了一圈珠鬃，敲打铜盘，珠鬃的弹力就会带动小人转圈舞动。我在做这鬃人以后给它改革了，完全接近舞台的效果。你比如说像这样一个孙悟空，是吧？为什么加上这一条腿呢？就按京剧呢，这叫亮相。就是京剧你看啊，当当当当当打，一打的时候呢，当，京剧这叫什么叫亮相，这是一个静态的时候，这两个人一比划，这是孙悟空拿金箍棒，这叫亮相效果。你摆这可以静观，那么这是一个观赏品，你玩的时候呢，它又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一个玩具。这出戏叫三英战吕布，演的是中国古代的一段著名历史故事。花花绿绿的小戏人左右旋转，行走碰撞，还能对打，不仅让孩子看傻了眼，就连大人也看着了迷。这种玩偶既像人又像猴，浑身绒毛，看起来玲珑小巧，却又妙趣横生，人们管它叫毛猴。这是理发师的造型，这是卖糖葫芦的，这是卖羊肉串的，这是猴子捞月。千姿百态的毛猴扮演着人间的各种角色，精灵中又透着可爱，十分惹人喜欢。这些毛猴最奇特的地方还不是它的造型，而是制作的原料。你肯定猜不出来它是用什么做的。现在做毛猴呢，就用这两种材料了，以前是用四种，就是蝉蜕和犀泥，还有这个木通和这个白棘。现在呢，这个白棘和木通都不用了，就用这个蝉蜕和这个犀泥。这个犀泥呢，要挑这个身子呢比较毛顺的整齐点的，这个蝉蜕呢要挑这个脑袋要大点的，腿胳膊腿就是比较相比较长点的，所以站着就是看着了好看。蝉蜕就是知了褪去的壳，是一味中药。毛猴的身子是另一味中药，叫辛夷，也就是玉兰花在秋天形成的花骨朵。毛猴戴的斗笠也是一味中药，叫木通。把这几部分粘在一起的东西叫白鸡，也是一味中药。原来这毛猴全身上下都是中药，真是出自天然，天然妙用。在南城宣武门一带，一个就是南庆仁堂的中药铺，中药铺里呢有一个就是小伙计，他用这个蝉和这个辛夷呢，就是粘成了一种那个玩物，就跟像小猴子一样。下班以后拿回家，让街坊四邻看了，大家都挺喜欢的。完了，第二天上班他又粘了好多，粘了好多呢。这样一来二去的呢，完了就传开了，老百姓就传开了。
盛唐轩的绒布玩偶在北京也是大名鼎鼎，唐玉洁是绒布堂的第五代传人，唐家以制作绒布玩具著称，直到今天，唐家的绒偶从题材到工艺还保持着100多年前的传统。比如说这种东西，它一定要有时代的印记，一定要有地区的印记。地区，你要像中国，包括咱们中国的民间手工艺，也是一个地方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这个特点。把这个平时那个玩的这种手段吧，改变成谋生的手段了，就不为官了，那家里经济收入也就没有那什么太多的经济收入了。从此以后以这为生，到我这已经第五代了。真正从开始制作到现在，你要我也说不好，一共有多少代了，没有太详细的记录，只是我知道是从当时在东北。马车是绒布堂的代表作，据说这些马和车都是模仿皇宫中的真车马做的，因为唐家祖上多人在皇宫任职，对皇室的马车很熟悉。这架马车是皇帝做的，这架是妃子做的，这架是公主做的。车子的规格不同，马的体型颜色也不一样。唐家的绒布玩具除了模仿实物，还特别讲究寓意。马背上骑一只猴，取马上封侯的谐音，意思是马上可以做官。因为马上封侯，在咱们中国传统来讲有一个比较吉祥的，象征了马上就要升官的含义嘛。马背上驮个金元宝，意思是马上可以发财。老鼠本来是祸患的代表，盗饰庄稼，毁坏衣物，还传染疾病。但在中国民间的传统中，老鼠因繁殖能力强，具有了多子多福的寓意。老鼠的鼠与数钱的鼠谐音，又有了发财与富裕的寓意。民间玩偶的吉祥寓意，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和期盼。也是民间玩偶产生、发达、传承的根基。布老虎也是因为驱害辟邪的吉祥寓意，成为广受欢迎的民间玩偶。传说远古的时候，有神荼和郁垒两兄弟，负责看守众鬼。凡是祸害人的恶鬼，就用绳索捆绑起来，投给老虎吃。于是，老虎成了食恶鬼、驱五毒、镇家宅的神兽。民间不仅制作布老虎陪伴孩子，还要给孩子缝虎头帽、虎头鞋、虎头枕。一方面，希望借助老虎的威猛强勇，去除疾病灾祸，保护孩子安康；另一方面，又希望孩子像老虎一样强健有力，虎虎生威，成为一个小老虎。在民间玩偶中，布老虎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家族。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，逢年过节时行缝布老虎和送布老虎。老人们都说，过年的时候谁家的孩子要是没有一只布老虎，这个年就算没过。各地制作的布老虎千姿百态，这是山东的，这是河北的，这是河南的，这是北京的，这是陕西的，
这是单头虎，这是双头虎。此外还有四头虎、子母虎、枕头虎和套虎等，这些不老虎头大眼圆，虎口大开，有的威风凛凛，有的乖巧可爱，有的憨态可掬。山西黎城的不老虎造型奇特，气势非凡，被称为黎侯虎，还曾上过国家的纪念邮票。布艺玩偶是中国民间玩偶中数量较多的一个种类，与泥塑、面塑、陶塑的玩偶不同，布艺玩偶主要靠针线缝制。这些玩偶叫军人，相信每一个看到他们的人心里都会荡起涟漪，多么娇媚的形象，多么高雅的身姿，多么鲜嫩的肌肤，他们似乎集中了人世间所有的美丽，让世间的人们被美丽所陶醉，为美丽而激动。军人的制作历史至少已有1000多年了，史籍记载从公元6世纪的唐代开始，民间就盛行减龄为人，裁锦为衣，并出现了很多制作军人的工匠。军人的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都选用上等丝绸绢纱，一点点拼接缝缀，所以叫军人。齐聪莹是目前为数不多将军人手艺传承下来的艺人，也是国家评选出来的民间工艺美术大师。他已经记不清制作出多少个军人了，只知道从18岁到现在，他从事军人艺术40多年，用双手和深情塑造出的军人似乎都有血肉，有精神，令人望而兴叹，啧啧称奇。军人的制作要经过雕画、彩绘、缝纫、道具、服装、头饰整理等10几道工序，每道工序都需要精妙而高超的技巧，要赋绢纱以生命，赋丝绸以灵气。年届花甲的齐聪莹仍在创作着新的军人形象。其实做起来挺漂亮的，那婚纱呢做起来挺漂亮的，但是人们还是喜欢这个传统的东西，现代的还是差一点。尽管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愿意把时间花在一针一线的缝纫上，铺天盖地的芭比娃娃、加菲猫、各种时尚的绒毛玩偶也已取代了传统的民间玩具，但齐聪莹相信军人的美丽是时间赋予他的，是民族的血脉赋予他的。他属于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。